我们中国风有很多很多种，有我们的保卫国家的，我们各个领域里的都叫中国风。我和我的搭档林花，我们两个人曾经也是一名骄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。哦哦，真的。其实我们家也是军人，我姥爷脑袋这个地方就是一颗子弹穿过去，但现在还活着。对，我们的两位电影伙伴，你们是不是有一些问题？我们要为难你们，我们带来了300个问题来问你们。我怕你们为难不了我们，反而被我们为难。怎么着？你怎么着？来，现在就来啊！我掏家伙了。我的新专辑会红吗？这是啥答案？主题派对第4场，你觉得给什么主题好？我觉得应该说是友情。但他们私下好像没有那么。朋友，现实就是这样的。兄弟，我们要面对现实，这个大爱无疆，这是现实。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龙抬头和五虎上将。天哪！哇！欢迎烟雨梨花和大唐气象局。好看，好看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恭喜第3名，第2名。他们是，而人工智能驯化小队。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场自定义派对。哇，这个太好了！你们要自己负责派对策划，现场演出，邀请观众。可以给我亲个名吗？可以，我是你的粉丝。涛哥，粉门永存。粉门永存。应该现在连还在连，我真的是有一点难过。